好，谢谢大家来我的 session， 然后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吧。然后，So I will speak in Chinese, but my slides is in English. So if you can't understand the Chinese, please follow my slides. Thank you. So,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做一个小调查，就是有大家在场的，如果有听过 WebAssembly 的，能不能举个手让我看一下 ？So if you have heard WebAssembly, please raise your hand. Let me know. Thank you. 还可以，还可以，挺多人的。好，我今天主要演讲题目是服务端的 WebAssembly， 然后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胡晓维，然后来自 3xC 的这个创业公司，我们的公司主要就是在维护一个WebAssembly runtime 的一个项目，它叫做 WordMind runtime， 然后现在也是 CNCF 的商业项目，然后我们也正在申请 incubation。那我这个 slide 会讲一下 WebAssembly 的历史，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在服务端用，为什么要在服务端用 WebAssembly， 以及服务端 WebAssembly 有什么应用的场景。如果根据时间情况，我可能有两个 demo， 但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就只有一个。首先，这是 WebAssembly， 是如何开始的？它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初步的想法，这个初步的想法叫是 Alan Zeka， 他提出这个项目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在浏览器里面 GS 的性能，然后后来他去了 Mozilla， 然后 Mozilla 觉得这个项目非常的不错，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W3C 成立了一个 WebAssembly 的一个 work group，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现在常用的浏览器比如说 Firefox、 Chrome 还有 Safari 还有 Edge 都已经支持了 WebAssembly 这种格式。所以如果你有时候会用 Figma 的话， Figma 是浏览器的 WebAssembly 的最大的一个使用者。然后到2019年12月， WebAssembly 成了就是 Web 的第四个语言，前三个分别是 HTML、 CSS 还有啥 GS， 哦对，所以我对浏览器没那么熟悉。但是在这个浏览器在服务在啊不 WebAssembly 在浏览器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 Solomon Hex 他是 Docker 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这条推其实在任何关于介绍 WebAssembly 的 slides 里面你应该都能够看到，就是因为他实在是让我们太震撼了。他说如果 WebAssembly 或者 WASI 在2008年就成立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创建 Docker， WebAssembly 服务端 WebAssembly 是云计算的未来。然后当然他发了这条推之后也是引起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也有一个问题是WebAssembly 会不会取代 Docker， 那 Solomon Hex 预言是不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我们的Docker 会同时运行 Linux container， 会运行 Windows container， 还有Wasm container。 那时间过去了三年，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2022年我记得特别清，也是 KubeCon， 是在 KubeCon NA Detroit，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 KubeCon。 我们在这个会上跟 Docker 一起宣布了 Docker 加 Wasm 的 Preview， 就是说 Docker 去支持了Wasm 容器。然后这中间这张图是一个架构图，就是 Docker 下面是 Containerd， 然后会有一个 Containerd 的 SIM， 这个 SIM 是就是专门针对 Wasm 去设计的。如果它检测到下面是就是这个 image 是 Wasm 的 image， 是 Wasi image， 它就会用 WordMind 去运行这样一个去运行这样一个 module。 那这个在我们是10月24号发那个宣布的，然后10月25号 Solomon Hex 就是反正就是 anyway 它的预言成现实了，我们就是用 Docker 同时运行了 Linux 容器和 Wasm 容器还有 Container 容器Windows 容器，不好意思。那经过这几件事情之后，那在 WebAssembly 整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把服务端的 WebAssembly 给加上了。这里面也是因为2019年 WASI 就是应该就是WASI 发布了，然后能够让 Wasm 去访问系统，这样的就是服务端 WebAssembly 开始逐渐走向主流。这也是就是 Solomon Hex 第一条推说，如果在2008年我们已经有了 Wasm， 我们就不用去创建 Docker 的一个
就是他是在 Wordy 发布之后发的这条推。然后在2019年12月，就是 Bitcoin Alliance， 这是一个专门去标准化服务的 WebAssembly 的组织成立了。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CNCF 的年度报告的Key Finding 主要发现说 ，Container 是新常态 ，WebAssembly 是未来。所以 WebAssembly 就是这是这个 CNCF 这个年度报告的一个就是截图 ，container as a new normal and WebAssembly is the future。然后在它的 end user 里面，37%的人都使用过 WebAssembly。然后在用 WebAssembly 最多的是 WasMage。然后接下来是 WMR 是Intel 的项目，然后是 WasMark。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WebAssembly 的发展路径以及它的现状，就是 WebAssembly 在浏览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成了浏览器的第四大标准。然后另外一个也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可以观察到，就是 WebAssembly 正在走向服务端。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服务端用 WebAssembly 呢？有下面这几个好处。首先跟 Docker 相比的话，就是跟传统的 Linux 镜像相比 ，WebAssembly 其实是就是在它们的上面又抽象了一层。Docker 的你在打包 Docker 镜像的时候，你会把 OS 也打包进去，但是 WebAssembly 只是去把你的应用编译成一个镜像，所以它的 size 自然就会比Linux 容器会小。然后因为它没有 OS， Docker 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冷启动时间过长，但是因为WebAssembly 是没有下面的 OS 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它就没有冷启动时间，可以非常快速的关闭启动关闭启动，也不占用任何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WebAssembly 是在浏览器发明的，它本来就是为了解决 GS 的性能，所以它的就是在执行代码的速度上是接近于本地的原生速度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因为它本身起源于浏览器，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沙箱，所以它就本身就很安全。然后又因为它抽象的是一个应用，并没有下面的 OS， 不像 Docker 一样，你要或者说传统 Linux 镜像，你打包的时候有这些 OS， 还有其他的依赖，也会造成我们的软件供应链不够安全。但是因为用 WASM 的话，因为它只抽象了应用层，所以这个software attack chain 会变得非常的短，所以也就会更安全。然后另外 WebAssembly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跨平台，它不只是能够跨，就是它是能够比如说你在 x86 上编译的 WASM 文件，能够在ARM64 上运行。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LM workloads 需要在 GPU 运行，那这个 x86 编译的一个硬件也可以在 CPU 的 x86 上编译出来的一个 WASM 文件，也能够在 NVIDIA 的 GPU 上运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支持多种语言的，像 Rust、JS， 然后大家所熟悉的 Go 也是支持了 WASM 这个标准，就是允许开发者在前端可以用多种语言来编写他们的应用程序。然后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它跟现在的 K8S 的工具是能够完全无缝集成的。就是你可以作为开发者或者在作为运维，你依然可以用Kubernetes 去管理、去扩容 WASM 的镜像。当然我说了这么多WebAssembly 的好处，就是肯定也是有 trade off 的，不可能一个东西就是好到没有缺点。它的 trade off 主要就在于是它，因为它不是一个 general 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遍，怎么说，它不是一个 OS 的一个环境，所以它还是需要我们先把这个应用编译成 WASM。 那你要把这个应用编译成 WASM 呢，我们常用的这些Go 其实因为 Go 自带 runtime， 所以它本身其实是很难编译成 WASM 的。那你可能就需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的 SDK 来去把它编译成 WASM， 然后在 WASM runtime 里面去运行。所以就是你还是需要学新的语言。然后目前来说，它支持20多种，前端支持20多种语言，但最好的就是支持最好的还是 Rust， 因为 Rust 和 WASM 都是发源于 Mozilla。就是他们两个是天然的，就是互相在支持。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常用的库都是需要去能够去 port， 然后让它能够支持 WASM。 这就是我们在目前就是在服务端的WebAssembly
就是把它变成主流，让它变得更得到更多采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是就是 CNCF landscape 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也有 CNCF Wasm landscape， 然后这个 landscape 是我就是当时 CNCF 想要搞一个 Wasm landscape， 然后是我帮助 CNCF 一起搞的。然后我们可以我退出一下，我们可以看这边。然后在这个 landscape 里面就是列了几个Wasm 在原生领域的一些应用，还有包括一些主流的 Wasm runtime，然后包括 Wasm 的那个 application framework， 包括它的debugging， 然后一些能够直接部署 Wasm workloads 的一些平台，然后能够支持 Wasm 的就专门支持 Wasm 的硬件，然后embed function 是 WebAssembly 的一个应用场景，因为它比较小，如果你要做 UDF 想嵌入到数据库里面让用户能够执行一些逻辑的话，就是用 WebAssembly 就比较好。然后刚刚那个讲师应该讲的是 Envoy， 就是 Envoy 里面也有去用WebAssembly 去做插件去执行网关的策略。然后这是一些支持的语言，就是现在来看就是越来越多的语言在支持 Wasm， Kotlin 也是支持 Wasm 的。另外其实也可以JavaScript 虽然说是用在前端的，但是在后端Wasm 也可以运行 JavaScript。然后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编排和管理，就是基本上大家知道的大家经常用的这些编排工具都是能够支持都是能够去编排 Wasm 的。然后这是打包的工具，就 Docker、Hubber 这些都是可以去打包一个Wasm 的镜像，然后去把它给让运维去把它给运行起来。然后这是现在的这些Wasm runtime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这是一些工具链，这些工具链主要集中在就是把某种语言编译成能够支持Wasm 能够在 Wasm 里面运行的。这是这整个landscape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继续。然后现在CNCF 也有了四个Wasm 项目，三个，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三个，一个是我们 Wasm at Runtime， 另外一个是 Wasm Cloud， 然后还有 Run Wasm。 Run Wasm 现在是 Containerd 的一个 subject， 就是我们刚刚跟 Docker 的合作里面有一个 Containerd Wasm Shim， 这个其实就是Run Wasm。 然后Spin Cube 还有 Spin 他们正在申请 CNCF 的 Sandbox。那接下来我就主要介绍一下WasmAge 的一个优势。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WasmAge 就是一个轻量级的、安全的、然后高性能的一个可扩展的一个 WebAssembly runtime。然后除了我刚刚在这张 slide 里面讲的WebAssembly 的一些综合优势 ，WasmAge 也针对云原生这个场景做了他自己的一些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在云原生落地做了一些扩展。然后来加速WebAssembly 的发展。首先第一个就是WasmAge 能够支持网络，就是 HTTP 服务，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业务场景。但是因为 WebAssembly 的标准发展的有些慢，所以我们是就是先标准一步，先去支持了 HTTP 服务。然后我们也去支持数据库，比如说能够去连接数据库，比如说 MySQL、Redis 还有 Postgres。然后我们支持使用 TensorFlow，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插件能够去支持使用 TensorFlow、OpenVINO 还有 PyTorch 进行AI 推理。因为 AI 推理是一个计算密集型的任务，然后你Rust 跟 WebAssembly 的相结合也是比较适合这种计算密集型的任务的。然后第四点就是我们可以跟云原生的 infra 就是无缝的迁移。这个我今天应该今天不会 demo， 但是明天上午我跟那个 Quisa 就是也是 K8S 的一个生态里的一个工具会 demo 一下怎么去用K8S 来部署 Wasm 的镜像 Wasm 应用。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能够除了就是因为 Rust 是一个大家对 Rust 的一个诟病，就是 Rust 比较难学，可能有人会就是听到 Rust 就是退步的止步的，所以呢我们也想在就是语言方面能够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去用 Wasm。 那我们也去
去改了 QuickGS， 然后能够让 WordsMagic 能够支持运行 GS 的应用。然后当然现在大语言模型这么火，我们也是支持运行任何开源的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Manta Llama 38B， 包括 Embedding Model， 还有 Stable Diffusion 这种文生图的，文字识别的，然后文字转语音的这种模型，我们也都是能够去运行的。然后在 AI 这个场景 WebAssembly 的优势我觉得会更明显一些，因为 AI 现在是一个异构的设备特别多，我们有 GPU、NPU、AMD， 然后我昨天听说 NPU 还有各种各样的 NPU， 就是每个厂商都会有自己的芯片。那如果说你要用 Python 和 PyTorch 来运行大语言模型的话，那就是每个平台你都要去打包一个镜像，就是非常的不 portable。 但是如果用 Wasm 的话，我作为开发者，我就用我的 Mac， 然后把它编译成一个 Wasm 文件，这 Wasm 文件可以不做任何改变，就直接在 NPU、GPU 还有 AMD 上去运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Elm Inference 这块WebAssembly 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然后下面这个是我们的 GitHub Repo， 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查看我们的 GitHub Repo， 然后成为我们的贡献者或者是使用者。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在原生生态这些工具都是能够去管理编排 Wasm 应用的。对，这没有什么额外要补充的，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这些工具。然后我来讲一下 Wasm 的应用场景。一个就是微服务。这个微服务主要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让大家把所有的业务都重写，我们是希望微服务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像 Solomon Hex 说的那样，是 Wasm 容器和Linux 容器一起肩并肩的运行。我们可以选一些比较适合 WebAssembly 这个场景的一些服务，把它给编译成 Wasm， 然后在 WasmMagic 的 runtime 里面去运行。比如说 HTTP service 就是这种比较轻，但是它就需要经常启动、经常使用的服务。然后 AI 和machine learning 这个就是因为它比较计算密集型，用 WebAssembly 的话能够节省资源，能够让这个计算更加的有效率。然后使用 K8S 去进行肩并肩的去编排和管理这些微服务，然后同时它也去能够支持去连接这些数据库，我们是有database 的 connector，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跟现有的这些微服务给关联起来。这个的话我后面应该会做会有一个 demo， 这可能就会更清楚一些。然后是 serverless function， 在 serverless 这个场景 WebAssembly 我觉得最突出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是没有冷启动时间的，你就随用随起就比较适合 serverless。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serverless 是一个多租户的应用场景，然后 WebAssembly 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沙箱，它的软件供应链又小，所以就是比较安全。最后这个就是 size 比较小，占的内存比较小。然后这个是在那个刚刚展示的那个 CNCF landscape 上显示的就是能够托管、能够运行 Wasm workloads 的一些平台。然后现在有这是 AKS， 然后还有 Cloudflare， 然后 Fastly， 然后剩下的是一些创业公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语言模型推理。这个刚刚有提到一点，这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就是它能够run it everywhere， 就是一次编译到处运行，能够解决现在大语言模型时代我们面临的异构设备的部署问题。然后它也比较轻，整个 runtime 再加上这个 Wasm 文件也就30兆。然后另外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能跟 Kubernetes 进行结合，你可以用 Kubernetes 去管理这些基于 Wasm 的 LM workloads。 我看一下时间啊。 好的，那我下面就这就是介绍 WebAssembly 的几个主要的应用场景。
然后还有其他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做UDF， 做那个数据库，做嵌入到数据库，然后用户允许用户来提交一些一些规则来提前预处理或者是后处理这个数据。对，我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然后有一个 demo， 然后这个 demo 的话，因为我的电脑somehow突然不能 work 了，所以我就放一个视频。Hello, in this video demo, I'll show you how to create a database-driven microservice in Rust, compiled to WASM WebAssembly, and run it in the WASM Edge sandbox.这是一个就是肩并肩运行WASM 容器和Linux 容器的一个 example，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跟Docker 的人一起做的。因为这个视频前面在介绍一些就是加了一些背景介绍，我稍微快进一点。现在就是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源代码拿到，源代码拿到之后，然后用 cargo build 把它给编译成WASM。然后使用这样一个命令行把这个 WASM 文件给运行起来。这里这个127.0.1.3306，这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 URL， 等我一下，在这里它是把这个 URL 传给了 WASM 文数据库的 URL 传给了 WASM。不好意思，我暂停了，我说怎么不动。然后就是去获取了这个orders 这个 orders 接上的一些信息。然后这是刚刚拿到的，就是它模拟了一个电商的系统，就是提交订单一个电商系统。然后刚刚这个是就是拿到一些订单的信息。这个 demo 好像不是很好。我解释一下这个 demo 在干什么吧。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微服务的架构，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proxy， 它可能是一个 NGX 容器，然后在这边有一个 database， 可能是 MySQL 或者 Redis， 然后在中间我们会有一个 HTTP server， 然后有一些商业上的逻辑，然后有一个 MySQL 的一个 client 去把这两个容器给连接起来。然后但是用 WASM 的方法的话，就是我们 NGX 依然还是在这个 Linux 容器里，我们也不奢望能把 NGX 编译成 WASM， 然后这个 database 还依然在 Linux 容器里面，但是中间这个连接的部分，我们从 Linux 给换到从 Linux 容器给它换成一个 WASM 容器，就是换成一个更轻量级的一个 WASM 容器，然后随时都可以更新，然后没有冷启动，没有冷启动时间，可以就是需求一来立马起，需求一来立马起，也不会影响服务的性能。然后最后我们在上面我们是用 Docker Compose Up， Docker Compose 或者是 Kubernetes 来肩并肩的来管理这些微服务。接下来要做一个 demo， 会把Service Function 还有 LM Inference 这两个给结合起来。首先呢，就是我会构建一个PR Review 的一个机器人，一个 Agent， 然后这个 Agent 呢是用我们的用户 Gaia 来去起这个大语言模型，然后
用 FlowSnack Work 会去把这个 agent 给 build 出来。FlowSnack Work 是一个完全基于 Rust 跟 Wasm 的一个 service 平台，它连接了各种各样的 SaaS API， 然后你可以根据，你可以就是写一些基于这些 SaaS 一些agent， 比如说这个 PR review 的工作流程就是，一旦有人给你的 GitHub repo 提供 PR， 然后这个 PR review agent 就会去读这个人提的 PR， 他根据 diff 就是加加减减这些文件，然后对这些 PR 进行 review， 然后给一个总结，然后看有没有潜在的问题。还有更简单的就是你可以用 FlowSnack 写一个Telegram 机器人，然后 GitHub comment 的summarization， 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在不同的 SaaS 之间去传递信息，去就连接不同的 SaaS， 然后当 A 发生的时候执行 B。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先用Gaia 在自己的机器上去运行一个开源的大语言模型。因为我要做 PR Review Bot， 所以我在这里选的是这个 CodeStrow 0122B， 就是这是一个专门用于编程的模型。但是呢，因为我的电脑呢它只有 16G， 这个 22B 的模型我是运行不起来的，所以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用 Gaia 在本地起大语言模型，然后但是在构建这个 agent 的时候我会换一种方式。首先第一步我们是就是 Gaia 它是一个 CLI 的工具，就是它把我们常用的这些就是我们运行大语言模型所必备的东西都给包成一个 script， 然后就用起来会比较方便。所以它的第一步就会装这个 CLI tool， 然后它会装config.json。 在等待的期间我们也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config.json 长什么样。这 config.json 其实就是你在管理你要运行哪个模型，你这个模型的 prompt template 是什么，你的byte size 是什么， ctx size 是什么，然后这个 system prompt 是什么。所以它就是在这个 chat 这里，就是你要运行的是哪个大语言模型。然后我在这里面写的是 OpenChat， 然后embedding 模型是 Nomic， 然后我们最近也在研究怎么做 RAG。 如果做 RAG 的话就是 embedding 开源的模型中 embedding 这个就是 embedding 开源的 embedding 模型中 Nomic 是一个还很不错的选项，就是推荐给大家。因为如果做IEG 应用的话是要连着一个向量数据库的，然后这里也有embedding 的 collection name 是叫 default， 但是你也可以根据自己构建这个向量数据库的 collection 叫什么名字自己去改，只是说这里提供了一些让大家能够一键运行的，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个 config.json 里面去进行定制。然后是这个大语言模型跑在哪个端口，现在是跑在8080，然后 prompt template 就是不同的开源模型有不同的 prompt template， prompt template 会影响这个模型的行为，所以这点是一定要对上的。然后这里的 q joint limit 和 q joint score， 这个是就是当你如果是做 RAG 应用的时候，它会给你发一个，当你发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 embedding 模型会把你的问题转化为向量，然后它在向量里面，它会根据这个问题向量在向量数据库里面搜索有没有类似的向量，然后搜索的时候你肯定要对这个结果做一个限制，所以这个限制就是如果这个文本的字数超过 0.5 才会把结果返回给 chat model， 然后只返回一个，就是排0.5以上排分最高的那个 text 返回给 chat model。 然后是这个接下来是这个 snapshot， 就是knowledge base， 就是你要把你想给大语言模型加的外挂就是把它给chunk， 然后把它向量化，然后把链接放在这里。然后这是 system prompt， 我觉得我应该撞完了。
然后它的下一步，这个刚刚是装了这个 config 的 JSON， 这 config 的 JSON 就会控制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行为。然后接下来是装这个 what's merge， 然后刚刚说了 what 是可以完全跨平台的，跨 GPU、跨 CPU、跨 NPU， 然后。这里的脏活累活主要是 Wasm 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当你在安装 Wasm 的时候，安装 Wasm Magic 的时候 ，Wasm Magic 会自动识别你下面的硬件平台是什么。如果是，比如它现在又识别到我是达尔文 M64， 所以它就给我装对应的版本，然后它也会检测我这个上面有没有 GPU， 如果没有 GPU 的话，就用CPU 版本。如果我用的是 NVIDIA 的 CUDA 的话，它就会装CUDA 版本，然后这个还会再装一个 WASI Logging Plugin， 这是方便我们去查看大语言模型的 log， 方便我们做监测。然后QJoint 就是一个QJoint 就是那个向量数据库，也是用 Rust 写的，如果做 IEG 应用的话很需要。然后下载这个 API Server， 有这个WASM 和有 RUG API Server 还有 LAMA API Server两个，这两个都是Wasm文件，然后也都比较小。这个 dashboard 就是一个 chatbot UI， 然后是装这个 Garnet domain， 一会儿我就会解释我为什么要用 Garnet， 因为它在最后的时候会给我们出一个 public URL。这个 public URL 的话，就是相当于是把我本地的8080端口给变得公开了，就是要不然我就只能 localhost 8080访问。但是我现在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们，然后让你们也来跟我的大语言模型聊天。然后接下来运行一下这个命令行，试一下路径，然后我再用 garnet init。这个 garnet init 就会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 config JSON 去下载，去初始化这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我写了 OpenChat 3.5， 它就会去下载 OpenChat 3.5 这个模型，下载 Nomic。然后因为模型的下载是整个流程中花的最长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先下载过的话，它就不会再重新下载。然后我们就可以 garnet start， 就把这个模型给运行起来了。因为我的8080端口被占用了，我先 stop 一下，再 start。因为我没有用到，因为我没有去上传我的那个就是知识库的向量化的知识库，所以它就不需要起这个 QJoint， 所以它就直接开始运行这个大语言模型。然后这是运行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就运行 OpenChat 的命令行。然后这个过程可能会稍微有点慢，因为在起这个 API Server 之后，它会发一个 test question 给这个大语言模型。如果这个模型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认为这个 API Server 是稳定的。然后我们就拿到了一个这样的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我是可以把它发给你们在场的所有人，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跟他聊天。然后消耗的就是我这个台 MacBook 上的算力。此外呢，它也是一个和 OpenAI 完全兼容的 API Server， 所以我也可以用 OpenAI 的格式去发API request 给它。我就随便做个小测试，因为我下载的时候同时下载了 Chat 模型，所以在这里的 endpoint 我既可以用 Chat completion， 我也可以用 embeddings。用 embeddings 就会去调用那个 Nomic 的模型，把这段话 Paris is the capital of France 换成向量。然后这就是他把这段话给换成向量了。这个例子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反正向量也这么长，我们也看不懂，就是机器能读懂的。所以这是展示一下它能够和OpenAI 的 API 完全兼容。那有了这个链接之后，因为它是一个 HTTPS 链接，在某些场合我们就可以使用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基于我们刚刚用 Gaia 起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去构建 agent。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讲服务端的 Wasm， 所以呢我就会用 Flows Network 这个平台去构建一个 PR Review 机器人。Flows Network 的话会有一些那个，就是它有一些 template， 我们就不用从头开始写，我们直接
去创建这样一个 template。然后 Flows Network 现在也是采用现在比较流行的 GitOps， 就跟 Vercel 一样，你就把你的 GitHub Repo 给导入进来就行了。这有一个 trigger phrase， 就是如果这个就是它的 trigger 本来是就是你提个新的 PR 我就立马 review， 然后有新的 commit 我就立马 review， 就是以防你突然想要自己再手动 trigger 一下的话，就可以在 GitHub 的 issue 的 comment， GitHub PR 的 comment 里面加 flow summarize， 它又重新工作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配置一下我们的大语言模型的一些相关的要素，因为我这个是 OpenChat 是一个普通的大语言模型，就是它没有编程的能力，所以呢我就要用一个，我最好还是用一个 CodeStro， 然后如果用 CodeStro 的话，就是 Gaia 这里是有一些就是公开的链接，就是它已经部署好的，然后现在是免费阶段可以让我们去用，然后我就把这个 endpoints 给拿过来，然后因为它就是免费用，所以 APIK 就随便写，然后 model name 的话model name 在这里也有，就是它列出来了，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 API request 的形式拿出来，然后这些 API request 的格式也是跟那个 OpenAI 是完全一样的。哎 sorry， 这个拿 model 的信息就是 v1models，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model name 是 CodeStro， 然后另外一个是 nomic embed， 但是我们这里只需要用到 chat point， 我们不需要用到 embedding， 所以我们就不用管它，所以我们要把 CodeStro 给复制过来。然后这样我们就继续，然后在这里要选一下我们要部署到哪个 GitHub Repo， 然后这个就部署到我自己的 GitHub Repo 吧。我来选一个，然后因为这里还需要对 GitHub 继续进行见证，因为我们授权，因为我们需要对需要去读 GitHub 这个 repo 里面的内容，所以还是需要授权，因为我已经授权过了，这是 connected， 所以我就不再授权，然后就点 deploy。 OK， 所以我以为我授权过了，但是其实我刚刚选的那 repo 更没有授权，所以我要再重新来一次。哦，因为我只选了几个 repo， 我刚刚选的是 llama， 好，现在就已经可以了，因为其实在我刚刚第一次演 Chris 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帮我 build 了这个，就把这个 Rust 程序编译成 Wasm 了。然后你看这个 build 的过程，你也能看出来这是 Rust 正在编译成 Wasm。那现在就是我们就可以去我这 GitHub Repo 去给他提一个 PR， 然后来看一下他会不会正常的工作。我们来改一个 readme。我这里就是随便写东西。
然后再随便改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来提个 PR 来试一下。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多改一点，因为太少的话也不方便他来判断，把这个先删了。所以现在，这个机器人或者说这个基于 Wasm Sort Function 已经开始工作了。它的第一个评论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分析这个 PR， 然后，它过一会儿它会自动更新这个 comment， 啊，它已经来了，所以它就对我刚刚的这些去，就是进行了总结，然后我有一个什么，加了一个 welcome message， 然后。我把然后我哎然后我把这些都删了。他说 the original text lists several supported formats，But this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included， 所以我把这个给删了。然后这个应该是我刚刚改的那个语法，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怎么用怎么在本地去自己 host 一个大语言模型，然后用一个用基于 Wasm 的 sort function 来去构建一个 PR review 的 agent。然后这就是我的 demo。然后最后就是一些有用的链接。然后我的。对，然后你可以看到 WasMoney 的 GitHub repo， 然后 Flows Network 的网站，然后还有 Gaia 的文档，在 Gaia 的文档里面你还可以发现它会可以就是等一下，它是可以和其他主流的一些 agent framework 去一起工作的，就是 Flows Network 只是其中一个。这主要是因为基于 WasMoney， 然后基于LlamaJ， 然后它能够构建一个跟 OpenAI 完全兼容那个 API server。 然后我的演讲就到这儿。好像有一点点超时，不好意思。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一下。如果JVM 的话，我们这儿有个 Java 产品，Michael 要不你来回答一下 ，JVM 跟 Wasm 的。我们是有 benchmark 文章的，然后在 GitHub repo 的 readme 就有，在这儿有关于 performance 的介绍。好的，那如果没有问题了，就非常谢谢大家的时间。然后如果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再会一下继续交流，谢谢。